迪迦奥特曼。这个不是迪迦，这个是艾斯奥特曼。迪迦奥特曼。杰克奥特曼。杰克不是啊。不是，一首都没有童年。这是小红裤衩。小红长真好看。不是，艾迪。迪迦。这不是迪迦，这个是奥特之母。迪迦的爸。那他是他妈。这迪迦他爸。这他迪迦之姨。这是他爷爷。这个是奥特之王。奥特之王。刚才没有区别吗？穿着长长的。这个是初代。初代就最开始的第一奥特曼。我放弃了。哎，这个是奥特之父。哎，迪迦奥特曼。这个是艾斯奥特曼。艾斯说过了。我就不信我蒙不对呀。笑兰他叫。这个应该是戴拿。什么时候到迪迦奥特曼？这是迪迦奥特曼。这是盖亚奥特曼。妈，变身迪迦奥特曼。这个是蓝精灵奥特曼。蓝精灵奥特曼，高斯奥特曼。对，哎，这是高斯，可以啊。这个奥特曼，这个啥料？哎呀。这和头几个哪有区别呀？啊，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是杰克奥特曼吧？对，杰克比较胖。那这个是詹姆斯奥特曼。泰罗奥特曼。不是泰罗。威风奥特曼。这不是泰罗，这个是雷欧。我感觉这一期伤害不大，但侮辱。